好了，造型放在下面，稍微拉松一点点就好了。手指往外面推，撑起来，往上，大拇指在下面，两只手指头中间，不要给我有头发哦。抓着这个马尾，轻轻往下拉。马尾如果太松，稍微拉紧一下，马尾看一下。赞，他还可以绑包包，看好好，再来，包包有没有抓起来，转紧它，记得哦，拉起来绕圈圈，其他都收到没有了，一样，下面到下面的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来，张会吗？好，来，我教这个顺着教了哦。对，顺着教。第一招、第二招、第三招、第四招，看好了。好。第一招，我简单出来。我来，有没有看到我左手在动？有。不紧张，转紧压下来，手不可以包这里哦，手是接这个尾巴而已哦。这里夹夹子的地方要空空的，夹子就这样按下去就开了。好看。第二招，公主头，蒜头削好了，记得哦。你的头发直接夹也没关系，可是要漂亮也是短两边，一头一推，通通的就上来了。你看到我这个三叶幸运草，就叫你带这一支头，对对对，现在进来，压一下，好看哦。好好看，头发再多再少都没有关系，睡吧，睡。第三招，天气热的时候，当黄脸婆也要漂亮一点，这个叫做盘头，又叫做晚宴头，有没有看到？记得哦，你们要把头要到背背，撑起来，有没有？弯到底，轻轻碰一下。好好看哦，盘头安尼就好了。比你花150-200块去用洗头，我告诉你，有没有？对啦，日本包包头。就要绑这个紫滑带哦，临接这个紫滑带，把马尾绑起来，记得哦，你的马尾没这个，我绑在顶顶，那海贼都拉皮不行，要绑好它。两只手指头上面挖个小洞，把剩下的头发从哪里？最后面一发往这个洞丢，你就像垃圾慢慢给它滑塞进去，对，滑到头发全部都不见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夹子就直接给它。漂亮，没了，还有再来就是夹围巾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好好用的。